This is Wolf Media's rallying cry,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. You're watching Wolf Media, the call to the one. All Wolf Media, come to the free land.我们苏人那时候也有来往，谢谢，我舅舅的同学。
羡慕。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些历史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就是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们不会有现在这种生活。他们虽然还小，可是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人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很安居乐业的生活。这样，就是他给了我们中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跟概念。更安全，更和谐，更幸福。